Oder?在这找什么呢？一天到晚也不干活。找不到你了，小姐姐。哎，你给我，你找大小姐，大小姐刚刚正好找你去啊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你还了我！接着，还了我！哎呦，哎，这边这边。小姐，看你是活不够多吧？他可是我的人，你要不准揍他。 是是是，走走走，我们干活去，干活去。以后有人欺负你就跟我说，我找哥哥收拾他们。好，乖，带你吃包子去。真的，有包子吃。走走走，吃包子喽。小姐。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包子。哎，你腿还疼吗？你头还疼吗？你今年几岁了？好吃。15？10岁？5岁？ 姐姐别生气，我错了。那你以后要乖乖听我的话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好。那你叫什么？包子。那包子愿不愿意做我的大布娃娃？有漂亮衣裳穿哦。我愿意，要吃包子，穿漂亮的衣裳。真乖。
宁儿，你干嘛呢？我到处找你。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，那些寻人的手里拿着的花像和包子长得极其相似。见过没有？没有。看一看啊。哎，老板，您看很新鲜的。见过没有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真没见过。我也真没见过。行，走了。拿着。此人究竟是何来历？竟让官府秘密寻找。凤儿，此事不宜拖延，即刻把人送走。咱们家参选在即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乱子。爹，孩儿尽快去办。爹，哥，看到包子了吗？没有看到啊，怎么了？找不到他了。宁儿，包子的伤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的伤已经完全好了，就是脑袋还想不起来什么。那孩子跑丢了，他的家人一定很担心。宁儿，送他走吧。送去哪里啊？爹，您不是答应我？是，但是他整天待在咱们家里，他的家人自然找不到他。把他放出去，家里人若有心，一定能碰上。那万一要是碰不上呢？包子真的会饿死的。如今太平盛世，乞讨也会有口饭吃，怎么会饿死？再说。你一个小姑娘，怎能整日和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子在一起？宁儿，宁儿，要不就听爹的，让包子早日回去和家人团聚也好啊。好啦，那爹您不准插手，让我好好跟他告个别，再把他送走。最迟在忙完大会比试之后，人便要送走。嗯。姐姐，你怎么了呀？包子。如果有一天，要是让你离开我，你会不会恨我啊？包子才不走呢！你二姐姐的家，就是我的家。姐姐，你不会是不要包子了吧？别不要我呀！对不起，我答应要照顾你。你有你的家，终归是要回去的。可是。
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不哭不哭，姐姐不哭。。你说，你要是不傻该多好啊！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，以后也不能忘了我。姐姐，你别哭了，你哭的样子不好看。我哭的哪里不好看了？不好看。好看。那姐姐，你别不要包子好不好？好吃。这个呀，是山茶花。是最清新美丽的花，山茶花。你认识吗？山茶花，最美丽的花。小时候呀，我跟我哥哥经常在院子里采花。宁儿，宁儿，你看我摘了这么多花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喜欢这个。好的，拿着，我帮你插上。要什么告诉哥哥，哥哥一定会想办法的。谢谢哥哥，拉钩。好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真好看。站个圈。好看。好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入选了。宁儿，公示局来的通报，我们家入了中选了。真的呀？嗯，我这就去告诉爹。太好了，包子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家入选了。入选？等我们锦绣大会胜出之后呢，我们家就是贡商了。那还有包子吃吗？你怎么就知道吃啊？怎么了？打疼你了？没事吧？疼吗？嘿嘿嘿。骗你的，你学坏了，包子，你个臭包子。